什么是向往的生活？蓝天、白云、绿树、碧湖，空气中有清新与自由的气息。然而，现实与梦想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，海平面上升，植被退化，冰川融化，极端降水，我们生活的星球正面临着多重威胁。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，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，也加速了对地球生态的破坏。来自交通、能源、制造业的碳排放，以及人类的日常消耗，你我的一呼一吸，都在不断给地球施压。是地球，我已经不停歇地转动了45亿多年。你们自诞生之日起，就习惯了我的富饶和慷慨，却忽视了我的脆弱。温室气体汇集，全球变暖，冰川融化，气候异常，生物多样性丧失，你们怪我越来越暴虐无常，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也是受害者？如何减少温室气体？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海洋、土壤、冻土、岩溶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和贮存库，保护它们就是保护你们自己。我期待你们早日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我很欣喜看到你们的努力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，建设生态文明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，
节约利用资源，持久开展国土绿化，严守耕地红线，建设绿色矿山，修复海洋生态，保护野生动植物，有效发挥自然资源的固碳作用，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，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，统筹山水林田除草沙系统治理。从今天起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做减法，使用节能灯代替60瓦灯泡，随手关电脑代替待机，少开一次车，多种一棵树，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，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会让我多一点笑容。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完善全球环境治理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。